太热，玩玩水。崭新的柏油道路开到一半，突然被眼前竖立正中间的电线杆吓了一跳。好好的一条路，怎么会有一根电线杆就在马路中央？这怎么过？台东延平乡通往蝴蝶谷的路上，一到假日，观光客蜂拥而至。 原来的道路狭小，乡公所申请经费规划这条新的马路，没想到道路都铺好了，在原地的电线杆竟然没有被移走，让附近的居民和族人相当傻眼。原来是只有那一条路，并没中间很危险啊，撞很多出事情了。乡公所表示。 七月初已经向台电申请迁移，因为碰到台风，台电人力吃紧，一直没有移除。承包厂商因施工进度直接铺设，就变成现在这幅景象。我们有跟这个电力公司申请迁移，但是呢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电力的人力各个地方啊做这个抢救的工作，建造厂商呢也没有跟我们讲。 也没有跟我们讲，所以我们还没有把这个电杆迁移的时候，它厂商就按照它的施工的图面来施工啊。建那个建造厂商呢也没有跟我们讲，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。乡公所说，在台电工程人员还未移除之前，现在只能将路先封起来，以免有驾驶发生意外。记者李凤，台东延平采访报道。